器官出现变化别轻忽，恐是疾病找上门。40岁左右的女生，压力大或者是睡眠不足，脖子肿的状况越来越严重，一切片就是淋巴癌。3-4岁的小朋友发烧3-4天，嘴巴越来越红，然后舌头甚至出现一个叫草莓舌，它其实是川崎氏症。40岁的女病人，小腿前面有2块变色，这个4个里面有3个会糖尿病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了。